两位其实今天算是一组的啦，那我们一个一个来。你加入黑社会有很久的时间了吗？可以。但是没有常来，就是断断续续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今天表演雪狼湖啊，是不是你想说应该是会获得不错的评价？因为我们只有一天练习的时间，然后我昨天就没有睡觉，就特地练这个，但是练出来成绩不是很理想，或许我动作不夸大。不好，所以才会站在这里。那以后要改进的地方，我会改进。那你对于跟悠悠合作，你觉得愉快吗？很愉快，他表现得都很好。我怕我会拖累他。那你来上我爱黑社会啊，有没有人看到你的朋友？有。或者一些支持你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有没有要不要在这个地方跟他们最后讲几句话？谢谢你们常留言给我，还有打电话给我，谢谢你们鼓励，谢谢。来，你算是最近加入，然后表现不错的，对不对？蛮多就是表现的机会。嗯，你是算甄选进来的，然后甄选进来以后有没有改变你一些生活上面？有啊，就是我觉得说来黑社会，然后看了别的新妹妹甄选，我发觉我自己真的成长了很多。因为我回想到我自己当初甄选的时候一些情景、一些画面，然后我觉得黑社会真的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，可能不只是单单才艺啊，或者是其他方面之类，包括跟人相处，跟这边的同学啊、工作人员，大家都很好。那也是获得不少好评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人支持你啊，也有人批评你。嗯、在这边要不要跟他们讲一些话？嗯，就是我很感谢，就我身边所有的同学还有朋友，就大家真的都很支持我。他们每天都问我说我什么时候有去录音，然后他们都会上网，特地就把我每一集有录的都会下载下来，然后就会一直看。然后我就常会说，网络上很多人都会批评我啊，就说我可能没什么内涵。然后我同学都会说，叫我不要担心，因为他们都觉得我是最好的。今天有可能会离开我爱黑社会的话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再次跟工作人员啊，或者这边的朋友讲？就谢谢小金，然后阿德、阿赖，还有大家，就其他都很照顾我。只是一个新人，所以有时候做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什么的，他们都很愿意帮我。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很任性啊，可他们都还是很包容我。然后谢谢我的同学，大家都这么支持我。然后还有网络上批评我的人，就假如真的不喜欢我，那我希望能从你们批评之中，或许我能够改进我不好的地方。而且我没有想到我会哭，因为我以为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。好，来，今天呢，有些人真的是必须离开我爱黑社会，永远没办法再进来。但是有些人还是可以顺利留下来。究竟以上这五个参赛妹妹，到底谁会被淘汰掉呢？剩下的，我现在点到了，你就可以回你的位置上坐好。加油了，好。再见。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
知道就是公平的，你的经，虽然你以往表现很好，然后我们都很欣赏你，但是我们要让他知道这是公平的，你只是选错才艺的，好不好？加油啊，亚当！两位参赛者究竟谁会被淘汰掉呢？来，继续加油。听听小一想对大家说些什么吧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只要我坚持自己觉得是对的就好了。那谢谢你们。这次的淘汰赛，小一很不幸的成为唯一的淘汰者。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能够好好的加油，不要放弃。而其他幸存的妹妹们，也要有个警惕哦。丫头，你又留下来了，有什么感觉？我宁愿努力，不会再第二次。可以。那你自己觉得你这次表现怎么样？看看，你别应该看这个。那我们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